让我假装第一次跟女朋友吃饭。哎，对了，你是姓张是吧？哦，我有点记不清了。怎么每次出来跟你吃饭都犯病了？我姓陈，我是你爸爸。我的水没有了，你能帮我去买一瓶吗？一会儿我会转给你的啊。我妈妈说了，出来的话不能占别人便宜，这是不好的。那你们说针对这个饭250，你先转给我吧，跟你的属性一样。3块，给我1.5块。哎呀，人家打不开呀，怎么办啊？你再这样，你信不信我把你天灵盖打开？